今天的天气真……喂，谁呀？快点追上你前面的人，不然他会死的。啊？我又不认识他，神经。嗯？怎么会？那是什么人？电话又来了吗？你已经看到了吧？打你右边的人一拳，不然……哼哼。这不行，我必须要拯救到他。嘿，你好啊。你谁呀？我操，你他妈啊！这难道是真的？谢谢你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的。奇怪，你看为什么周围的人都没有反应啊？对呀，刚刚的车祸竟然……嗯，这里总感觉怪怪的。算了，还是上去问一下他吧。你好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嗯，怎么可能？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就是刚刚有辆车差点撞上我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原来是你呀，逃过了一劫，这一次就别跑了。啊！这人有问题，不能靠近他。看来你已经救下他了。记住，如果周围的人主动询问你，并且戴有帽子，不要和他交谈。小姐，你好啊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这人到底要不要香？刚刚有一辆车差点撞上我呢，你有没有？啊，别说话。嘿嘿。不能理会他。别说话。好吧，那祝你们能够逃出去了。刚刚简直太危险了。好了，看来你已经学会了。现在你只需要找到车库里的车，就能够逃出去了。你知道这里的车库在哪吗？知道啊，跟我来。喏，就在里面了。好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离开？总感觉怪怪的。我还有事，就不走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总算是出去了，吓我一跳。啊，不对，这刹车怎么？